来继续啊，在《塞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，回想一下上一集录到什么地方了？这是哪儿？哦，打那谁，可盖大人。可盖大人就在这儿，这儿哈，这儿哈，游回去。今天非得把他打趴下。哎，我。攻击力提升快用完了，问题不大。这什么东西？有船？哎，这船不稳当。快艇。小麦子儿，我们小子儿，我想想我在哪个平台发视频 ，YouTube 那没事，可以说小麦子儿，不用说抖音。那回去打可盖，可盖那小子。在这儿，从这儿射他应该不会有反应，必须得激活程序。还抖呢，触电了，啪啪的。我说不对，你这手指纹不对啊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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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哎，比小人，小人呢？改变作战计划，挖干净了，挖什么？索纳钨矿，索纳钨矿都叫他给挖了。花时间，真会装逼。忍者头子，弄了个船啊。我怎么追他？快艇呗，上不去。来来来，这个防御力加满，来。这样啊，好，阿软上来了，离他近点，然后逛一下，逛，好，哎呀，我还得游上去，咋的？冲不上去，哪去了？哎，人呢？哦，又弄了个新船，还有俩队友，狮子头，好，上来上来上来，嘿，那个他那队友光装逼，然后也不帮他，开他这大船不行，他这大船。哎呀，不灵活！还开小船，这船是带刺的，撞我两下，三下。
回答。哎，哪去了？哎，这保护起来了。哎，看他们队友慌的那德行，这打滑了，把那位能源结晶都挖走了。那位大人，那哪位大人？你自己都不够大人，魔王大人。他又当了那个谁了？当那谁的小弟了？加农，西北部废矿场，最后一次采掘佐纳乌姆结晶。海布拉废矿。设计师版要给我出个啥设计师版？哎，一百个。深学。洞窟中似乎存有隐藏深学的容器。有的，他就说有的深穴就是，从地上世界通向地下世界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一个深穴。有的这深穴它会隐藏在洞窟里，不是直接就露在外边了。开它。啥船？哎，能换四个，四个佐纳乌。可可大人又溜这儿来了。
这探索地下我就不录了，没什么意思，我就一个人抱着 Switch 在厕所里录打就行了。咱们还是干点正事儿。这个庙没打完，看一下怎么回事。哎，好冷，进去。坠落，来观察一下这什么？这个坑应该有个球要装进来。这是一个门应该能用救济手把它揪开。这是人都过不去啊！没猜错的话，这光一踩着光，底下这两片就分开了，然后人就掉下去了，所以不能走这条路，绕一下。费劲啊！哎，这可以上去。底下这个小缝，蹲着过去。这什么就看上面这檐儿能不能上去？不行，这檐儿不能往上。看一下这是什么结果？哇，一招爆！看一下什么弓啊？36的。看一下宝箱，木剑5个。这问题不大，可以蹲着就过去了。别突然开始转啊！没事。Thank you.
哎，这球就在这里。现在需要找一个小钥匙把它打开。就在这顶上吧。哎，底下有个小，底下有个小宝箱，应该是就它。不是我要下去，为什么要这么走？这怎么还有个飞机呢？怎么个套路？这应该是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个坑啊？不，这有点乱啊！应该就从这儿，从这儿掉下去，底下应该有个通道。好，底下是有个通道，好，就这儿了。就是，那忘了那个在哪儿，应该是在某个地方传上去，它就可以，应该在这两个杠之间吧，从这传上去应该就是那球的位置。哎，错了，再往前一点。这儿应该是这儿。不对，还差一点。这儿，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再往前一点。来来，就这。不是，我人是进来了，这球门没开，球出不去啊。不，这妙什么套路？奇怪啊，
再飞一圈，从这儿看一下底下有没有铜锣。没有，这万丈深渊。哦，看右上角，我其实已经拿到这个小钥匙了，直接去那开就行了。靠，这屋，哎，太迷了。应该是坐旁边电梯上去。好，这想想啊，飞出去，把这球焊在飞机上，然后飞出去。威力最小的就是这个吧。行，好，这个庙算是打开了。可能还没去过的地方，什么巴马美山、吉萨什山丘、巴美没有马，
山上的庙还有没有没开的？都开过了。这个庙没开。想怎么飞过去啊？哪个最近？最近就是这个城堡上的庙吧。打个标，打个标，没去过呢。打个标。森林你都，哎呀，污染太严重了。可以可以，归路，归路什么意思？这不简单吗？倒转乾坤，一倒就上去了。应该是点这两个火把，做这筏子过去，然后再把筏子倒回来，用那个火炬把这个点着。但是我不用这么麻烦啊，我手里有火焰杖。那应该还有个宝箱。哎，嗯，好好好好，走。没烧完的剑子还能捡回兜里。哟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想想啊，想想，只有两个门，现在是
这两门都关着呢，怎么个道理？第二个门会开。第二个门会开。放这个呢，下头那门会开。这就明白了。就我先过去到那两个门中间，然后再把再用倒转乾坤把这球倒上去。箱子都拿完了，走。26，728，才差2。这个呀，哎，那一盖队的基地是不是也在这儿？那是，这是离迷雾森林也比较近，还行。飞这儿来吧，去闯一下迷雾森林。在前作中，迷雾森林是拿个火把，然后跟着是烟走的方向走。这次看看有什么套路。大妖精在这附近，刷一下服装吧。有点费蓝宝石啊，不值。鬼神装，鬼神装，
鬼神庄跟这个异次元幻影啊、哦、和这个蛮族是一样的，生他用大剑草，生这蛮族要龙鳞真麻烦，还是用这个生蛮族吧。嗯，好，要经济着点儿。好，这个叫莱尼尔的碎角。莱尼尔是人马，莱尼尔是哪种人马呀？鱼庄以后不去水里了吧？水里也不打架，就不生了。开一队，开一队没什么必要。算了，没钱，没材料，玩个屁，没钱玩个屁。雪月了，雪月应该去做菜，保证那大成功。赤く染まりし月。走。训练场吧，军事演练场，等一下。哎，这不走错路了。哎，这等会儿，他们踩到这个石头上之后会有。就一直在烧屁股。太迷眼了吧。咦，可以，嘿，操，你录了。不是，刚才怎么就迷路了？他又迷路了。不能往右走，也不能往中间走。看这个墙是吧？哎，
哎，又迷路了。左边也不行。不不不不不，又迷路。哎呀！可能不能从这儿进，往回走吧。有个庙，需要弄个石头才能砸。这个洞，这森林没有一个像能进的地方。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，先去开庙。这可以给个火焰杖啊，不过他这是拿剑做的垃圾火焰杖，不值当的费个这个。先不要照我，没照我。妙，妙啊！
山洞。然后弄个模特飞飞看看，樱花树在哪儿？好找枯井山洞。没拔衣服，这回好，左右为难。希克克骑什么样？这简单啊，反过来转不就行了？门被开了。还转呢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要有个宝箱，所以得找地方下去，是不是这么反着转就可以下去？不对不对，反了，应该往这边转。转一下。七个了，开塔，塔就在这儿。什么情况？顶上有个盖儿盖着。
这鹿有没有照顾？照顾。高瘦。龙王台的声音。龙王，有任务啊！哎，这谁呀？等我，无人踏足的地区。啊啊！考察队。啊！我又不是来帮你的。我来帮忙调查，我帮你的了。嗯。哦。任命我为调查员，好大口气。啊。我这人还行吧，他至少有个名字，是个人物。这什么坟？嗯，啊，吃饭。调查德伊布朗遗迹八，于被众龙所望消处展现风之贤者之技能。众龙所望的消消什么意思？拉鲁，你在那穿越过去的塞尔达公主写的吧？众龙所望的萧。两龙之间的夹缝，这可以。两龙之间夹缝运用火之贤者技能，从龙首跑至龙尾。火之贤者叫阿软。六龙御前释放水之贤者技能。下一个就是雷之贤者了。死山，我没看清，摁得太快了。于监视死山之龙的纤长身体末端，展现雷之贤者。他说的应该就是，说的就是这里好多龙。德伊布朗，无事不动。哎呀，啊，就刚看见上那个，哦，有个悬浮台把盖儿给顶住了，那我怎么上去？爬呗，还能怎么上去？
就只能不停的上火箭就行了，刷个大火箭。飞一下吧，好，开，把这个挪开。下去就行了吧。六龙所遇处，这里应该好多龙的石像。两龙夹缝，两龙夹缝就这儿，从龙头跑至龙尾，就这儿。什么声音？咦？有人发射火箭打我。两龙夹缝，运用火之贤者从头跑至尾，就这儿。站在这颗岩石上，哎，出剧情了，蹦出个宝箱，啊，不是蹦出个宝箱，那不科学，就上个电梯。三个红宝石太值了。众龙所望的枭，众龙，好多龙。哎，对，众龙所望，这就好多龙望着一个枭。哦，这就是枭，枭就是这个鸟。再看一眼这怎么描述的，于被众龙所望枭处展现风之贤者秘技，就爬上去呗，爬上去让秋烈吹个风，就这就这吹。好，成了。身体纤长护龙，还有六龙以前，六龙以前释放水之贤者秘技，身体坚是死山之纤长，身体末段。六龙以前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刚才开的宝箱是在哪儿？三百，好，六龙，
六龙一子，这是几个龙？仙长。这就是死神火山，仙长，它这个龙就望着死神火山，它长吗？哦，是挺长的，在它尾巴这儿放雷，这么长。还得穿过这个泥潭。这，哎呀，没船啊！这么长，这就是它的尾巴吧？这块方，来，雷呢？是拿雷崩它，还是我站在这崩雷？那就是这样吧。我站在这个石头上，崩雷。防御。下一个任务就该出点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出钻石，有可能出那蛋白石。六龙御前，看一眼啊。六龙御前。释放水之限制，六龙御前。太有效了。这前面个庙。六龙，一二三，哎，这三个，就是那两条细长龙。
这是那个望霄那个龙。飞一下吧，从天上看。天上看一下那龙在哪儿吧。太丑了，天上还有空岛啊。这吊子看应该有没有，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，空岛好像也错过了。我不要紧，那就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庙吧。一个也没有啊。哎，这个好。
六眼，这九眼呢？这九眼也不怕，这蘑菇把他们都，都迷了，多少眼都能迷。龙火异域什么意思？拉车，我就是黄金战士，黄金战士也不怕，蘑菇大法，灭了，没事，起来照样灭。找个制高点看看，这个像拉车，但是只有三轮。
心里。再喷一次。不行不行，你找个锅先睡到脚上。反正这太暗，看不清。应该有个庙。咦，等等，干草，这鸟我照过吗？没照过。咦，这叫什么？云海鸥。瑞水晶，翡翠和水晶是一回事吗？好像都是不一样。翡翠是铝，氧化铝；水晶是氧化硅。它激光指针那个，哎，啊，激光指针那个像，又是打方块魔像，费劲呢。没说等级啊，就说方块魔像。下回再打吧，先把那六龙玉水找着。方块魔像，哎，这个什么，应该也是一个往下快速下降的任务，非得找那六龙玉水。就这儿吧，应该就是这儿。这有六个坑，可能原来这有龙头，但是被人偷了。六龙，算话吧。在这儿撒个水。
牵强啊。六个坑就是六龙鱼。再看一眼。六龙御前，六龙御前御蓄力释放水之贤者之秘技，蓄力释放，你刚才没蓄力吗？哎，消失了。不能犹豫，长条龙，还是威力大的，都没有威力大了，最大就是鬼神大剑了。六龙以前，这几个龙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就这儿，在这儿了，终于找着了。好，终于开了。开始，有龙一下解决了。哎，怎么还能再长一点？这什么一个地下通道？
大剑魔。我们起来了个。电梯。嗯。一直站，起了那个台子，能下去。哎，又有新的任务。哎。不让摸，不让摸呀。送忠诚。哇！老鲁库就是给他右手，给林克右手的那个。璀璨密室，贤者。啊！大能源，大电池，大钻石，嘿，这值了500。啊！这给个啥？再给个钻石啊！黄昏之大剑，这东西，这难得啊！就一个用烂了就没了。还得回鸟台喷。那好吧，这次就录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。也不要点赞了，因为就没好好玩，也没好好剪，就是消遣。再会。